今天会在行政院院会提出来讨论，那我预期是会很顺利的通过行政院的院会，那马上会送到立法院。那么送到立法院还是要经过复议的，有没有复议的这个程序？所以一般来讲，在立法程序上还要再经过大概一个礼拜以后，那就可以正式进入立法院来排审。那我想，这个版本有经过大家共同的讨论，很多团体也都参与。那我想，我们就让这个更稍法跟委员的版本，我们一起赶快来审。那当然，我也一起能够越快越好让它通过。那我们警察机关对于通过后的执行，啊，我们一定是会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哈。那应该会让我们台湾的有关性平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会更向前迈进一步。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那新我们在行政院所讨论的更稍法，那已经有新的一个版本，那警察绝对会全力以赴。